师来到我们欢迎无限不无聊2.0，请老师和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同学们你们好，那个欢迎大家来到无限超越班第二季啊。今天老师去进修了，上无限超越班第二季找老师啊。哎，那怎么会有老师这个称谓的呢？大家觉得我上直播的时候会像是上网课的样子，所以就叫成了张老师。这是一个考的重点，划重点了啊！大家记下啊，年轻人倒头就睡啊。Shock，震撼，记得了吗？记下了吗？这个问题来了，周大哥这人叫爱挤掰，对吧？我们边走边跟大家讲啊。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启了这样子的互动？这就已经形成了我固定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模式，不管是我开戏啊，或者说是我的一些综艺在播，或者是什么东西要去跟大家知道的时候，就以课堂的方式给大家输出，大家喜欢玩，然后课堂也没有任何的拘束，就好玩嘛，大家开心为主。我也知道张瑞老师平时会开直播，因为会选择一些好玩的内容，然后再给大家用课堂的方式来进行上课。就像我们第一次的首播完了之后，我给大家上课的内容就是如何面对面试。同学，如何面对面试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深刻的研究吗？还想向张老师请教一二呢。好，那欢迎收看张瑞小课堂。这么丝滑吗？我知道张瑞老师刚刚提到面试，有三柱和四季，是不是？三柱四季，对对对。那要不要今天也跟我们不无聊的观众分享一下？好的。首先说三柱。哪三柱呢？首先就是站住、抓住和留住，这三点很重要。你得站着面试，对吧，同学们？你坐这儿可能不太适合。不是，我说你坐这适合，我就你首先上来形象呢，让大家打扮的比较得体。我那天面试的时候啊，我觉得形象打扮的并不是很得体，因为我站在那儿啊，全身散发着布灵布灵的气质啊，把一个舞台装穿到了面试的环境当中，我给自己扣了一点分。第二点呢，首先就是行为举止，你要非常的得体大方，对不对？然后接下来重点来了，重点划重点啊，这是一定要考的，自我介绍非常重要，你要把你的形象气质跟你本人介绍的内容融合得非常的好。首先你说我这个样子打扮过来的，你说我是一个老师，大家谁信呢？我信呢。好，第二分钟是干嘛呢？让大家，让各位评审老师来喜欢。那抓住你自己的一些专长，使用你自己的一些专长，让老师了解你，同时给你身上的一些标签明确化。第三分钟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主动的让老师能留住我。怎么主动呢？第一点很真诚，第二点很认真，第三点很努力。你把这一点给大家展示出来，大家觉得哦，至少还真诚吗？至少还努力吗？其他的优点我们再看看吧。同学们，虽然我也没教你什么，这一堂课咱们仓促下课，再见。什么乱七八糟，还禁止焦虑，我穿着这身衣服拿着个禁止焦虑，我都焦虑了。四季还需要展开说说吗？啊，四季就不重要了，春夏秋冬四季大家都了解啊。这也太有梗了，赵瑞老师。你知道网友对你在超越班的表现都特别好奇。真的吗？这里有针对老师的三连问，你想知道吗？我不想知道。好，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骑白马来上班？大家好，我是张瑞，五阿哥，古装戏的标签在我身上比较多，我觉得这是我希望突破的一个东西。白马呢，因为是我的一个很多经典古装的角色，比如说罗成、罗通，还有周夜都是骑白马的嘛。我还以为说要 cos 白马王子啊。没有，我并没有演过唐僧。为什么会以骄傲的叶凡为标签？哎呀，这是大家给我的梗吧。我告诉你，骄傲的叶凡，今天不是你跟我说结束，是我跟你说分手。近一年多吧，就大家见到我就哇，那个骄傲的叶凡，那个齐飞，就这样的。好，那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会把锦州烧烤带到超越班？锦州是我的一个骄傲，同时锦州的烧烤也是我的一个骄傲，我希望把好吃的分享给大家，同时我也是一个吃货，是这样的。那我有看到一条评论，网友说，哎，张瑞老师，你这些年去哪儿了？你这些年至于枯叶蝶是吗？枯叶蝶就大家给我编了一条逻辑线，编得非常的圆满。那这些年去哪儿了，可能就是这些年慢慢的也回归大家的视野当中了，也会让大家见到了，把前几年的一些错过补上呗。那现在的你如何看待这个出道即巅峰？我觉得还没有到什么巅峰吧，因为我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比现在更好，也许比现在更差，对不对？
所以我永远是在期待下一个阶段我的自己能不能达到我自己心里的一些预期。嗯，到现在为止一直在观察生活，会帮助到你什么吗？你不知道，因为你可能一直在观察，包括我通过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可能坐一久他不舒服，他就会把腿这么抬出来这么放，你就考虑他是不是膝盖受过伤啊。那你这类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你就要去思考他了，他是不是个军人，